是，来送你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来看一下我们送什么礼哈。来，我们从月牙泉带回来的虾。谢谢。骆驼。谢谢。然后这是纪念，在这一届的纪念，纪念的钥匙圈。好，最重要的是这一条，这一条等我拆封拆箱哦，这一条我拆给你看哈。看得出来，头哥艺人呢，就是比较粗暴一点。OK OK， 来。好，拉下来一点，拉下来一点点。今天这条是帮你设计的。哦，好。厉害吧？我们班都有一条，这一份的礼物是送给中线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看一下，我喝这个杯哦。哦，不会。来，要好的呀。哦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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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行长，长恩执行长为我们致辞，请大家掌声欢迎。我们的董事会长，还有金老师，我们的金兰学姐、我们总干事啊、顾春老师，还有各位教练，还有各位哥们，大家好。好。人家说那个成功的人啊，都是身边的人在帮他做激励。那这次我们的英雄，从年初怎么说，非常努力的训练，其实我们总教练他有在身边深刻的感受到。我在这边，我想要讲一下，我特别佩服两位女性，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金老师，大家给他一个掌声鼓励。关系我本身没有跟他在学校共事过，可是他这一次从策划、规划、参与，然后就是上市跟上市之后，是我非常非常的佩服。因为那个做的他做事的，不管是态度跟方法，都非常的棒，让我学习到非常欣赏的感觉。我刚刚讲，这次的班子我非常佩服两位同学学姐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班的管事，我们班管事管事要在我们的第一期，我们那时候在学校中。每次做作业都是同一个，他都是我们的组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使命必达。所以我想他这一次，我毫无意外，我毫无意外，那还是保证他的这样的精神，去完成这样的赛事。我都会去，可是我相信你，大家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。我对你们这么认真，但还有所有的同学，我不想都代表了非常。棒的一个经历，这段旅程我想都会是人生中非常难以忘记、难以忘怀的高峰时刻。我想我们用这样的精神去创造，每天都去创造一个更好的自己。谢谢你们给我这么棒的一个也记录，这么棒的一个荣誉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刚刚掌声欢迎他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次呢，他在我们带队的是最辛苦的，我们这些部门，他一路从 B 队追上我们 A 队，然后用 GoPro， 因为我们跑不动，他就用 GoPro 到上到上面，然后跑起来，一路上带着 GoPro。掌声欢迎我们的 B 队。B 皇家 B 中国 B 队，为什么不买？因为太近太远了。各位哥们跟
太棒了！耶！太棒了！
因为我去年看到领导的一个支持，然后谢谢他的支持，我觉得他的支持可能也没有办法的成型。对，那就是感谢非常大家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会非常感谢今天能可以来参与大家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真的感情非常好，包括去看烟放烟火，两个是手牵手这样子放烟火，因为我偷瞄到我在全家那边喝啤酒，好，谢谢。还有谁要上来讲感言吗？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要做的代表是我们所有的，就是我们到国外去上课，然后我们来这边找摄影师，以及相关摄影师，要做一个歌曲者的传人，所有的歌曲者都要在此，我们期待来我们的机子，68的机子，我们要共同一张好吗？好的。Betty， 你要先讲还是我们先做团员分享？好 ，OK， 有些我们保证我们的执行长。那个，我们歌十九，亲爱的主歌们，亲爱的这边所有亲戚的学姐们，上台了。Okay， 我是 Betty， 行歌队副执行长 Betty， 然后我们其实行歌会呢，经过这个歌十八的经验之后，行歌十九会有更多更好的训练计划，所以我们预计从明年的年初开始会有所谓的。